世界卫生大会 WHA 即将召开，多国表态支持台湾参与。卫福部长陈时中说，世界已经看见台湾防疫的案例，而政府也会持续拿出在这段时间防疫的实际经验，让其他国家更清楚台湾模式。大家都看到台湾了，那我们台湾必须要拿出东西让大家看。好，所以我们在这段时间相关整理，不管从决策的方面或大家怎么样来配合那实施的一个步骤，跟世界疫情的变化，跟台湾疫情的成果，我们都会用这样的一个最实际的例子让大家看到台湾模式到底怎么进行的。